一起录音吧为您派送的专属司机。开真的开过山路吗？开过，我还彩排了。那什么意思？你当司机吗？咱们出发。哎，车动了。手双手放在方向盘上。子夜，这一段你好好的啊，开始走这种崎岖的路了。哦，冒汗。真颠了。我慢点啊。看路。小心小心。哇，你看看这。哇，我们在黄河边露营啊。哇。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。黄河，我来了。Hello， 有新朋友的加入。你怎么都看傻了呢？没见过帅哥吗？九九就不是一般的新人，他就想在这个节目要赶快做到 C 位。哇哇，这个好好啊！尽量庇护所。哎，我们也选这个吧，迪哥。哥拿的东西，你觉得可以从歌手上拿回去吗？表演口吐芬芳。劲爆无比的游戏。抓男的。抓的一个。子玉，别走啊！哇，太丑了！喵子，你这是干啥？当当当当当！朱星星，你跳的好洋气！宁夏中卫是一个特别有宝藏的地方，没错，感觉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寻宝游戏哈。我是啾啾，我是雅丽，我们叫啾啾雅丽。我是周树新，我是杨迪，我们是中卫的杨，我们叫威廉王子。他们不会已经知道了吗？他们好像去那儿了。线索不会被他们拿走吧？你身上有线索？不行，我觉得他有鬼。子夜找到了是不是？你身上有没有可以给我的东西？哥，快跑！你们找到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信我吗？为什么我们现在互不相信？